出嚟最多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有叮一份提示。夠鐘則有叮兩條提示，超時十二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予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原本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出場。請問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冇嘅話，也是請正方主辯發言。有三分鐘時間，請不要請教第四次。在座各位大家好，考問辯題之前，我哋要知道喺香港點樣先可以做到專科醫生？一個醫生先要完成五至六年嘅大學課程，再喺醫院角度實習一年，就會成為正式嘅註冊醫生，亦即係普通科醫生。要做專科醫生，例如婦科、腫瘤科等，就要在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做認可嘅專科學院，完成至少六年嘅培訓，同埋考相應嘅技能專業證書，再通過醫委會嘅評核先可以註冊做專科醫生。第二，我哋要知嘅係專科醫生畢業之後有啲咩嘅出路。專科醫生嘅出路可以分為兩款，一款係喺公營醫療系統度做，即係公立醫院或者醫管局旗下嘅診所；另一款係私人市場，包括喺私家醫院工作，又或者自己開診所。衞生署2018年醫療衞生服務人員統計調查指出，有40%嘅專科醫生係會選擇喺公立醫院服務，50%嘅醫生就會選擇喺私家醫院或者自己開診所。之所以會有過半嘅專科醫生會揀喺私人市場執業，係因為對比公立醫院，他們要對於病人比較少，人工又高，這樣就導致每日應付緊全香港90%病人的公立醫院的專科醫生嚴重不足。根據醫療人力推算2020年醫院管理局欠缺660個專科醫生，去到2040年的醫生短缺人數會達到960個。要消融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有加人工華南醫生、分流病人和私家醫院等等。同時，我們都需要即刻增加公立醫院專科醫生的人數，所以我方倡議強制醫護專科畢業生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例如3年。一些原本就立志要在公立醫院做到退休的醫生，無論這個方案實行與否，都不會改變到他們的想法。所以這個方案針對的對象就是留住一專科畢業就走去私家醫院的醫生。辯題成立與否的標準就是能否改善到公立醫院的服務質素。我方暫時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對病人來講，為縮短輪候時間，根據2022年2月23日立法會醫院管理局的服務文件，以1至2年度專科門診新症送檢同埋輪候時間的中位數，時間最長的眼科需要輪候2.5年，連最少人睇的兒科都要輪候5個月，病人需要輪候好長的時間才可以接受到醫生的治療。根據香港人的新聞報道，新界東骨科輪候時間是3年。咁即係話，如果個病人唔係去到骨折、牙血等嘅成嚴重情況，只係因為冠狀勞損帶嚟失衡疏鬆，或者五十肩等嘅問題，連行路或者坐喺度都唔舒服，依然需要輪候3年先可以見到份醫生。冇可能個病人喺未見到個醫生之前，病情已經惡化，錯過咗黃金治療時間。相反，喺我哋嘅方案嘅底下，多咗專科醫生睇症，不論個輪候時間係少咗幾日定係幾個星期都好，對於個病人嚟講都係件好事。第二，對專科醫生來講可以減少工作壓力。同樣根據香港民意的報告，現時精神科醫生平均在3個半小時是31個病人，也就是個醫生要在5至6分鐘去見一個病人，了解他的狀況、開藥，看完一個病人之後還看其他個案，看完症還巡房、答家屬的問題等等，可以見到的是專科醫生的工作壓力有多大。這個情況不單單只有精神科才有，而是每個專科都缺醫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500個專科醫生當中有超過70%出現工作過勞而累的情況，甚至有20%的受訪醫生出現憂鬱的問題。在那500個受訪醫生當中，有超過90%的受訪者都是來自公立醫院的醫生，多了專科醫生的時候可以分擔到工作壓力，醫生就不會那麼辛苦。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多翻專科醫生在公立醫院是一件好事呢？多謝各位。
期前有否考慮咗醫護意見？根據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所進行有顯示，六成專科醫生、九成三職業治療師及七成藥劑師反對強制規定服務中院年期。反問有方，醫護業界意見需唔需要重視呢？第二，成效傳言，有方假設增加人手，醫療制度問題就得以改善。但睇翻實際數字，喺過去十年，醫共局下下服務醫生大幅增加，顧問醫生增幅超過五成，副顧問醫生增長約六成。但醫療制度所面對嘅問題，依然正如有方所講咁嚴重，證明單純增加人手並無助解決制度問題。相反，正如立法會文件指出，要改善醫療質素，解決制度問題，理應係平衡人手同服務需求。反問有方過往增加公立醫院人數無助改善醫療質素，有方將醫生捆綁於公營醫療體系，成效有幾大呢？第三，標準過低，有方同學贊成辯題，但一個原因就係增加人手改善醫護工作量過大問題。但只要有強制服務年期，無論如何都會增加人手，辯題根本無討論空間。因此，有方要論證辯題，唔單止證明強制服務年期可以增加人手，亦要證明以上做法能夠應對醫療制度問題，有效提升醫療質素。否則，辯題理應不成立原因有：第一，從醫生角度而言，漠視問題核心，無法對症下藥。香港醫學會會長蔡燕表示，因為問題非醫生不足所致。目前公營醫院工作環境欠佳，薪酬待遇不及私家醫院。然而，有方以單純而強硬手段要求醫生留喺公營工作，根本無法回應醫護需要，但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最後，正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林少智指出，只要強制年期一過，公立醫院就出現零職潮，人手繼續短缺。但若然政府能夠及早針對問題成因，提出解決方法，例如改善工作環境，增加公立醫院醫生薪酬至私人市場水平，即使無需規定強制年期，醫護亦會繼續願意留喺公營工作。反問有方有其他方法應對到醫護需要，有咩必要強制服務年期呢？第二，從病人角度而言，法律制度漏洞無助提升素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指出，現時公私營專科醫生數目相若，分別為四成半同五成半，可見醫生比例平衡。然而，兩者需求極度失衡。公營醫療需求遠超於私營，導致公院醫生病人比例遠離於國際水平。因此，香港醫學會會董謝達明指出，要改善醫療質素，需要促進公私營分流，例如訂立更多公私營協作計劃，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等，從而有效分流病人，解決醫療系統失衡。反問有方唔分流病人，有方打算強制幾多成醫生於公院工作先可以應付到九成病人呢？總括而言，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無法對應制度問題，更無助解決、無助改善醫療質素，對醫生、病人以及整個醫療制度都是毫無利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分流病人比強行挽留醫生更有效提升服務質素咧？多謝各位。
悲歡，導致佢哋會走。再睇埋有方話今日咧，話服務唔期，根本解決唔到呢個質質素問題，因為有方主面解釋咗，有方嘅方案只係短期，將醫生同公立醫院捆綁，冇解決過㗎。佢話想要更好嘅薪酬待遇嘅工作啊，咁有方同你話一齊做，究竟一齊做係咪真係話俾我方知？其實我方已經做到呢個方案啦，有方嘅強勢其實係冇呢個必要性咧。好啦，再睇下啦，有方同我咧啱先多次咁樣重申，就係呢個一齊做啦。但係咧，我方已經做到曬有方嘅例處，根本冇必要再設立強勢服務年期，而且前場解釋咗，大部分醫護反對強勢服務年期，有方同埋漠視咗醫護意見，究竟係咪將呢筆醫護根本唔放入考慮範圍入面咧？事實係個案例子證明咗，由政府推出嘅公私營合作協作計劃，能夠有效分流公立醫院病人到私家醫院，例如政府喺2008年推出調眼同白內障手術計劃，單單5年就已經有22批，合共14,600名病人成功喺私家醫院進行手術。好啦，反問翻入方同，唔分流病人到私營醫療體系，可以點樣改善公營醫療負荷制度？制度負荷問題咧，多謝各位。
三年之後會限制喺關嘅三年入邊，由此可見，多立醫院嘅質素每況愈下。點解有康復學重要？我呢個生活費處方案咧，近日有康復學標準調低，都得條條書面對付，方案係都有嘅。但安置有康復學強制醫護於公立醫院服務一定會期，人手點樣都會增加，唔提唔休都成立冇討論空間。但我康復已經交代咗啦，有康成立連係標準。除了論證，多個同仁手，更要論證回信方法提升到醫療質素。加上有方高壓嘅制度較高，有方繼續將醫生嘅收入提供嘅係咪減人，供應增加好過咧？所以有方反對唔到，公司用翻落先係最有效嘅方法。我又話相互齊下，有方話我方冇用到，但十個方都用到啦。病人分流和醫生鬥，可以減少制度死鬥刀。我方幫我做到曬，我幫你算。有方仲有，有方幫我做緊白算人命的相互齊下咧，有方到二都解釋唔到。所以定到點為止？共兩個事項嘅重大分析問題。第一，醫生有方強制醫護提供冷鏡服務一定年期，人手短缺就會解釋。但我方問全場嘅團友方，方問對醫護更有力，點解六成人反對有方全場解釋唔好？相反，我方交流得好清楚，有方方對你嘅團約滿足社會需要，為小公營醫療。但實際上只係強力把醫生提供作為其參加大公園，佢哋三年後一樣會就聽你回應嘅方面全數過濾。第二，病人前場解釋咗要衡量團體從長用量更要準則，因此我方為咗全場單純增加好多病人，九成病人繼續留喺公院，點樣改善醫療質素咧？有方答唔到。事實上，正如香港醫學學會會董謝達明指出，香港醫生唔足夠，只能靠俾病睇。現時公立醫院四成醫生照顧九成嘅病人，先會出現所謂壓力過大、荷包重問題。換句話說，所謂醫生不足問題，根本原因就係因為公私營醫療失衡。因此要解決問題，理應係做好公私分流，例如係減少市民到私家醫院求醫嘅成本，加大力度推行公私合作計劃。如果是有安排咁嘅情況，但你安排我哋做個方向做一安排嘅問題咧，多謝各位。你要知道你係第一就係專科醫生，你要去做一個專科醫生，你就
需要去幫病。有風台嘅醫護人員唔需要做護程序。有風台話係咪覺得醫護人員唔需要做啊重視？有幫自己嘅方案，幫咗幫埋家人嘅家福利，咁我哋增加個誘因，咁佢哋咪唔會反對咯。我所以而家我哋見到社會好多措施，佢都所以有風台到最後都係想雙管齊下，但係最重視嘅係要醫好身。有風台幫埋我病人，咁有風台又冇考慮到醫好身，有風自己唔自相矛盾啊？誒，幫社會如果我會漠視人權，但係幫你搞好先。我哋而家就算就算叫佢哋強制喺公立醫院做，佢都係有人工有福利嘅，點解咁樣為之漠視人權啊？我哋淨係要佢喺公立醫院度幫啲病人。公立醫院嘅事務，你嗰五成咁嘅病人點樣去解決問題？咁我哋見到我哋有兩個方案同一個方案比較啊，點解兩個方案嘅成效唔係大過一個方案？有冇同學佢哋本來有選擇權嘅，佢哋本來可以揀去其他地方嘅，但係就因為你捆綁咗佢哋，佢哋冇咗選擇權啦。唔係因為工作環境點樣嘅，係因為你捆綁咗佢哋，佢哋冇咗呢個選擇權。究竟你想嗰件事，你係因為我選擇佢哋嘅意見？跟住咁樣傳，然後講翻芬蘭有幾好，但係芬蘭表現而家啲人就係有芬蘭有理到嘢，芬蘭好似芬蘭做咗，但係而家成日都係唔夠，而家公立醫院同埋私立醫院其實都係個病都仲要得好鬼耐。咁我講嘅方案就係雙管齊下，等於有方承認咗我方方案，但係我方方案已經解決咗全部有時公營醫院出現嘅問題，而且令公營醫院更加減輕負荷，變得更有效率、有質素。有方就係擔心力度不足，我哋再加大力度。
正常俾出嚟嘅方都係直線邏輯，覺得咧有醫院唔夠人手，就要強制啲醫生留喺公立醫院唔俾走。但有同學咧從來都冇諗過所謂嘅人手短缺問題，背後反映嘅就算正係公私營嘅失衡。因此咧，我方多次解釋，公私營嘅醫生比例係相若嘅，應付嘅病人數目咧就大相徑庭。所以簡單比較下，喺我方嘅方案，喺我方方案底下，當人手會多咗，但醫院嘅承載量冇增加到，病人咧都係繼續撳喺走廊，醫療質素咧繼續供不應求，病人質素不病人接受到嘅服務質素咧都係無法提升嘅。相反喺我方嘅方案底下，即使人手不變，但轉移部分嘅病人去到私家醫院，可以有效咁舒緩醫生嘅壓力，又可以緩和公立醫院緊促嘅資源。點解唔係對於病人更好咧？有方全勤都回應唔到。第三，強制服務公院嘅年期可唔可以面對到醫生嘅需求咧？我方由轉變開始解釋，現時大部分嘅醫生咧，一畢業之後就會留喺公立醫院去做嘢，但最後咧，往往因為公院嘅待遇啦、工作環境啦同薪酬不及私家醫院，從而咧選擇離開公院嘅系統。因此，我方繼續全勤回應呢班醫護嘅需求，點解唔係直接改善工作待遇同埋工作環境，而係強行咧將醫生留喺醫院同公立醫院綁埋一齊咧？有方全勤都解釋唔到。其實講到底，有方全勤咧都係口號式咁論證。強制服務年期可以令到現時醫生減輕工作壓力同埋工作量，但我方全場多次追問，如果措施真係咁好，點解現時大部分嘅醫護都會反對咧？有方冇回應過。其實正正咧已經論證咗，強制服務年期咧只係弱石對沉無助，回應需求嘅，點解必要性去推行咧？第四，我哋嚟總結全場。有方最尾咧同我哋講話，專科醫生咧要讀至少六年，有方咧又舉出例子提到咧，醫生要做好多唔屬於醫生要做嘅嘢。咁其實有方話咧，增加人手可以改善到呢啲壓力，但係有方其實咁忽略咗，根本呢啲就唔係屬於醫生做嘅嘢，點解仲要強制一啲專科畢業嘅醫生去做呢啲唔屬於佢哋要做嘅事情咧？又而唔係咧，好似我方咁直接改善工作嘅環境同埋制度問題。有方咧自己咧又話有四成五嘅醫生咧去公立醫院，有五成五去私立醫院，所以咧我方咧見到嘅咧就係、是、咧，當醫院人數分布咧係差唔多嘅時候，但係咧我哋要應付公立醫院九成嘅病人，可見咧其實問題嘅重點根本就係病人身上，而唔係喺醫生分布唔均嘅不均嘅身上。所以咧有方咧選擇咧當睇唔到，一心一直係諗住要增加啲醫生去應付咧呢個已經失衡咗嘅病人分布。我方咧講到一個我方講到話分流病人，其實咧現時咧醫管局咧已經推出咗七項嘅公私營協助服務計劃。現時咧已經有600名嘅醫生，當中有一半咧係有專科資格，一四名嘅病人已經參加咗喺呢個計劃當中。現時咧有九成嘅病人一直都係喺私家醫生度覆診嘅，而另外半成嘅病人咧就會因為病情有改變，從而咧翻去公立醫院。所以在座各位，政策咧隨住需求去改變咧係好正常嘅事情，大家嘅目的咧都係為咗解決問題，香港嘅醫療人手分配問題啦、公營工作量爆煲等等嘅問題，我方咧完全唔反對。但長遠有效同埋解決根源性嘅問題，而且減少改變帶嚟嘅未知因素，從而達到目的，先至係好嘅政策。我哋究竟好似有方同學咁揀一個曲折且收收報嘅道路，定係我方咁樣揀一個根源性醫生保障嘅道路咧？
取私立醫院，所以我哋係唔可以淨係行分流呢、這個分流呢一個措施，而我哋係要兩個一齊行去大陸公立分去私營嘅呢個情況唔可以太多，去平衡翻而家呢一個問題。之後我今日都係唔明白專科醫生嘅點樣培訓出嚟啦，咁有啲同學話啲人我哋已經培訓咗六年，所以我哋唔可以再培訓多佢三年。但其實有啲同學需要明白嘅係，讀一個專科醫生先由醫科生畢業喺公立醫院做一年嘅俾你實習啦。之後如果你想再繼續進修成為一個專科醫生嘅話，你係需要再喺醫院做六年培訓啦。而呢六年培訓唔係培訓嚟做嘢，而係需要你喺公立醫院學習你一個專科需要做嘅唔同工作同埋令到你嘅同埋去學習唔同嘅嘢。所以其實當你做咗專科醫生之後，你係冇培訓落嚟嘅。所以我哋而家就係需要解決呢個問題。所以就係要啲醫生喺公立醫院嗰度做翻三年，去更加解決到我哋而家嘅問題。仲有你可能學話，我哋做完強制之後，啲人都會走，所以呢一個方案係唔可以長久地解決問題啦。咁所以我方就認為我哋係應該分流啦，之後增加唔同嘅人工啦，去解決而家香港嘅醫療人手不足嘅問題啦。多謝各位。打唔到呢啲，咁但係係咪話打唔到係錯曬咧？我覺得又唔係，因為我會感覺
覺上面其實好似即係假如正方開一條咁嘅主線出嚟，你發現原來反方係做唔到嘅，咁其實係咪一意要係應該要去多啲去深挖解釋多少少咧？咁所以可能我將分子陳述都會反映到嚟，我本身開出嚟覺得正方都幾良為，咁但係去到負面嘅時候，咁就即係佢又唔嘗試去解釋翻清楚咧，我覺得就會有少少失色啲。咁但係去到後場，因為 Freddy 咧又會去嘗試解釋到，咁反方就中意即係我唔充知道講緊乜啦，都嘗試同佢討論，咁我就會覺得係咪拉開關係翻啲？咁所以將分子陳述話，你再睇下我入去反映呢樣嘢啦，係啊。咁呢個係我關於對於正方呢樣嘢嘅呢個成個比賽嘅一個。跟住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反方咧，我覺得佢都執行佢嘅主線都好清晰，就係有一成貫徹始終就係，喂，咁我而家分都做到啦，咁點解仲需要做你嗰個啊？咁但係我會覺得有少少危險嘅地方就係在於，你如果不斷同我話你有另外一個方案做到，咁但係因為條件係如果係同我應強制呢一個方案嘅時候，你應該係除咗話俾我知有其他嘅好方案之外，你要話到俾我知佢個弊處喺邊度。咁但係我會覺得今日咧，反方佢落文嘅地方咧，講咗好多都係同我講啦，一個嘅方案我做到嘅喎，點解仲需要做你嗰個？咁其實對於呢條辯題嘅討論，我覺得唔係一個好有力攻擊，因為我覺得正方只需要好簡單話，我哋之前佢哋由主辯開始已經講到話，咁咪一齊做咯。即係主辯佢係好清晰講咗嘅，佢係話啊，其實你而家欠缺話60個專科醫生，其實需要好多唔同嘅措施夾埋一齊，去令到佢哋留低嘅時候，咁反方就不斷話俾佢知，咁我已經做到你嗰個，點解要做？咁冇乜力，反而我會覺得其實你應該可以多啲去。嘅位置就係在於你不斷強調佢係咪漠視緊佢需要啦。咁其實變咗佢哋基本上都係避嘅，你唔係好真係達到你啊。其實啲專科醫生啊，佢哋點樣好即係佢人權嗰個位置，佢哋點樣其實都好頭號成，即係話呢個咩選擇者，我唔記得寫嚟講咩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位置，如果你強攻多少少，可能係啲比較有力嘅攻擊位啦。係啦，咁我少少意見就係咁多先啦。Thank you.
需要咁人哋講咗話做咗呢樣嘢就真係有效？點解問我不了就係話啦？係咪而家？因為我諗而家公院同私院其實個目標個地位都好唔同，因為私院係為咗牟利嘛，公院係為咗服務質服務翻底層基層，所以佢就平嘅。咁嗰班嗰班嘅人係咪嗰班人即係願意私院咧？又或者病例嗰啲交接層面即係送嚟，甚至乎可以調過去嘅時候，會唔會因為佢哋喺第一公院嘅時候病重而轉移唔到過去？我諗而家應該係有數據指出係四成，即係有啲咁嘅高位，好似有個係四成就轉咩轉唔到過去，因為想轉之前咧就已經係病重。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問到，但我去公司到咗結業嘅時候，先至會聽到啲人比較算係先去反對佢個情況。第二咧就係加接嗰度。即係剛才講咗個反方講一個好有意思嘅點，就係講話，因為而家嘅待遇不足，醫療費嗰個剛才話好唔好嘛？咁其實佢就講到佢呢個位置就係變咗話可以去加人工。咁其實我係覺得完善嘅措施係可以繼續保留，但個位置係在於完善嘅措施保留咗，其實一直嘢都做緊啊嘛。而家係有邊個手提電話？但係點解我哋仍然要強制？因為完善措施做咗之後冇成效啊嘛。反方即係